敬堂咏：我主上主，你若细察人的罪过，谁能站得住呢？以色列的天主，幸好你一向宽恕为怀。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主内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一起在这台弥撒中，为我们个人的意向以及为我们的家庭奉献我们的祈祷。我们也祈愿新加坡的疫情能够早日结束，也借着这台弥撒感谢基督耶稣在我们生活中的祝福与他赐给我们的祝佑。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认罪，好能虔诚地举行弥撒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上主，请你时常以圣宠引导和支援我们，好使我们能专心行善。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恭读圣保禄中途至罗马人书。弟兄们，我绝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正是天主的德能，为使一切有信仰的人获得救恩，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福音启示了天主所实行的正义，这正义是源于信德，而又归于信德。正如经上所载，一人因信德而生活。原来天主的愤怒从天上显露在人们的各种不敬与不义上，是他们以不义抑制了真理，因为认识天主为他们是很明显的事。原来天主已将自己显示给他们了。其实自从天主创世以来，他那看不见的美善，即他永远的大能和他为神的本性，都可凭他所造的万物辨认洞察出来，以致人无可推诿。他们虽然认识了天主，却没有以他为天主而光荣或感谢他，而他们所思所想的反成了荒谬绝伦的。他们冥顽不灵的心陷入了黑暗，他们自负为智者，反而是愚蠢的。他们将不可朽坏的天主的光荣归于可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爬虫形状的偶像。因此天主任凭他们随从心中的情欲，陷于不洁，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因为他们将希望变作天主的真理，去崇拜侍奉受造物，以代替造物主。他是永远可赞美的亚们。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高天陈述天主的光荣。高天陈述天主的光荣。高天陈述天主的光荣，穹苍宣扬他的奇功妙化。日与日侃侃而谈，夜与夜知识相传。高天陈述天主的光荣。
不是语，也不是言，是听不到的语言。他们的声音传遍普世，他们的言语达于地极。高天陈述天主的光荣。阿利路亚，阿利路亚。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可辨别我们心中的感觉和思念。阿利路亚，阿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耶稣正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他到自己家中用饭。耶稣进去便入了席。那个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觉得奇怪，但主对他说：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心中却满是劫夺与邪恶。糊涂人呐、啊、那造外面的不是也造得里面吗？只要把你们杯盘里面的施舍了，那么一切对你们便都洁净了。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的兄弟姐妹们，今天的分享主要在于两个字，就是洁净。洁净在福音中等于是洗手。洗手，我想我们现在每个人都不陌生，而且现在每天还要洗多次，好几遍。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们走到哪儿都听见宣传声音，请洗手以防病毒传播。所以在福音当中，我们看到法利赛人邀请耶稣，耶稣进去后就直接入席了，没有洗手。为什么没有洗手？福音给的解释是耶稣给了一些教导，所以应该洁净杯盘里面，而不是杯盘外面。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态度，就会知道，因为他们没有给准备水给耶稣洗手。因为犹太人有这个习惯，梅瑟的法律规定他们在饭前要吃饭的时候必须要洗手的，这是一个洁净礼，洁净礼。所以不是说耶稣不愿意洗，而是法利赛人没有给他准备取洁的用品。因为如果我们懂犹太人的一些礼仪的话，或者说是礼俗的话，就是在进门之前他会有一个盆，一个铜盆，里面一些水，你进去洗洗水，有的甚至还要洗洗脚，就是一个洁净自己，跟我们现在的洒圣所礼是有一样的道理。比如说我们进堂的时候，以前的时候圣髓在教堂门口，我们站一站八个十字，那个就是以圣髓来洁净，以圣髓来洁净。所以在今天也是一样，也是有洁净的意思，给我们一个洁净的一个解释。所以耶稣因为他没有洗手，而且法利赛人又质问他，所以他得了很好的一个解释。在天主看来，在天主看来，我们需要洁净我们内心的东西，因为他造了外面，也造了里面，而里面对我们来说是尤其重要的。像今天一样，我们知道病毒的传播是因为呼吸道感染，或者说是因为我们打喷嚏，病毒就传播出去，就是从里面传播出来。所以在福音中，我们知道有一个福音讲的是从里面的容易污秽人，而不是从外面。为什么是从里面？因为在福音当中，我们看到耶稣说：“你们心中却是满是劫掠和邪恶，就是你们的心不是善，
你们的心不是血肉的，不是红色的，是硬的跟石头一样，没有一颗怜悯的心。为什么说是没有怜悯的心呢？因为耶稣在说，把你们杯盘中的施舍出去。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在耶稣进去享用饭菜的时候啊，法利赛人准备了很丰盛，很多，但是我们知道当时的犹太，犹太人是非常，一般的犹太人是非常穷苦的。我们也知道耶稣的生活，他也是非常贫穷的一个生活，所以他说，把你们杯盘里面的是施舍出去，意思是让我们要有一颗施舍的心，怜悯的心。所以今天的这个洁净不是在于我们仅仅只洁净我们外在的吸收力，而是要我们把这个洁净力放在于我们内心深处，洁净我们的心灵，洁净我们的心灵。我们知道现今的社会是一个对人对任何事情不是很友好的一个社会，因为今天的这个社会是以金钱为主的一个社会，是以物欲为主的社会。如果以这两个为主的话，我们人很容易陷入到诱惑当中，我们很容易被这些物欲所诱惑，陷于那些不满足或者说是追求名与利，让我们陷入斗争当中去，而没有一颗爱的心，所以，诸位的兄弟姐妹们，在今天福音中，耶稣提醒我们要洁净内在，而不是仅仅外在。所以，让我们也默想我们自己的行为，特别是我们内在的心灵，是否借着基督的话语得到洁净。我们也愿意透着今天的福音所教导的，使我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够过一个洁净的生活，不论是外在也在内在得到洁净，得到耶稣话语的治愈。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你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穗饼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万有的主，你赐给我们饮料，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愿天主永受赞美。各位兄弟姐妹，请你们祈祷，我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请你收纳我们的祈祷和奉献，使我们虔诚地举行圣祭，并与相称的生活迈向天国的荣福。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借着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你愿一切归于基督，使我们分享他的完美。基督尊为天主，却轻易自下，以十字架上所流的圣血协调万有，因而被尊于一切之上，成为信徒永生的根源。为此，我们随从天使、总领天使以及天上神圣，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是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理，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圣神合而为一。上主，请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吴成才，以及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请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请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享见你光辉的圣容。请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真如福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大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写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和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清晨期待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请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任，便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祝神父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主耶稣，我真心全心你，在身体胸之内，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适应你，请赏我生命身体的恩典，愿我完全与你结合，想你实在到我的心中一样，不让我与你分离。阿门。尊为的天主，你既以圣子的体血养育了我们，请你也恩赐我们分享你的天主性。因主耶稣基督之名，请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给你们。阿们。弥撒礼成，你们去传福音吧。感谢天主。